冠军集结郑州，精英王志伟、苗威、王鹏飞、焦富开领衔出征，泰拳中国功夫，中国勇士大战泰拳冠军之夜正在播出。有请 WLF 武林风主持人官方。大家好，喂，大家好，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武林风中国勇士大战全球泰拳冠军之夜，我是主持人关峰。现代泰拳啊，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仅仅属于发源地泰国，它属于全世界。那泰拳呢，有着极其丰富的格斗技巧，一向是以力量和硬度著称，号称500年不败。而我们的中国功夫呢，可以追溯到1500年之前。这两大武术流派碰撞在一起之后的火星四溅，永远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在今天的擂台之上，不仅仅有泰国本土的，还有来自欧洲的，像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个国家的泰拳高手与中国勇士一决高下。那先来通过一部短片认识一下剑拔弩张的对阵双方。泰拳别称八臂神拳，是一本传奇的格斗技艺，因为它攻击力强大，曾号称500年不败，所以被全世界的格斗迷所推崇。不仅习练者遍布全球，更有无数来自全球的追求者不远万里前往泰国求学。作为泰国文化最重要的一场名片，泰拳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非常广泛。职业泰拳早已源于泰国，属于世界。不仅泰国本土的几大赛事组织在世界拳坛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世界各地的泰拳俱乐部也比比皆是，各种名目繁多，数量可观的职业泰拳赛事都备受关注。尤其在欧洲和北美，很多搏击界的超级明星都被打上了泰拳的标签，包括乔治·佩托西奥、西蒙·马库斯等战力格斗顶尖级人物，都声称自己是习练泰拳出身。职业泰拳在世界拳坛的地位可见一斑。本次中泰王者对抗赛，我们就邀请了一批世界各地的泰拳冠军，他们拥有不同组织的泰拳王者头衔，他们代表了泰拳在全世界的发展潮流和方向。S1 泰拳冠军通沙马， IPTA 世界冠军卡泽哈亚特纳瓦，2013 WFMA 世界冠军超级玛丽，泰 Fight Night 冠军克塔猜，泰 Fight 68公斤级金腰带拥有者 EQ3， 意大利 S1 泰拳冠军罗萨里奥。相比泰拳，中国武术被大多数外国人所认识，依然是通过电影屏幕。他们眼中的中国功夫明星，也仅停留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身上。多年来，武林风一直以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武术为己任。武林风最早提出竞技武术的概念，就是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武术在擂台上的战斗力。经过不懈的努力，以一龙、方便、王洪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选手逐渐被世界所熟知。从第一次走出国门，武林风已经将赛事举办到5大洲数十个国家，向无数的中外观众呈现着中国武术的魅力，展现中国的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是武林风永远的追求。而如今，新一代的青年才俊正在崛起，
面对世界各国的泰拳高手，各个律比宣传是要为中国武术之崛起而奋斗。新人王王志伟，大飞王鹏飞，风暴女孩黄丽，小哪吒精英，战警谢雷，野狼焦富开，铁拳吴佳楠，这里是武林风，我们为中国武术而战。眼看着战火一点就着，大家稍安勿躁，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在2017年，武林风会带给大家许许多多的惊喜。第一个惊喜，那就是仪龙要出山了。经过十多年的历练，那仪龙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张响当当的中国功夫的名片，世界上想挑战他的人比比皆是。现在机会来了，在2017年4月1号，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仪龙王者挑战赛的揭幕之战，正式开战。那从4月1号开始，直到10月底，整整7个月的时间，我们将在全球遴选出8位拥有众多冠军头衔的世界顶级的高手。首先要进行一个残酷的8人战，8人战的冠军将在11月4号与仪龙碰面，进行终极对决。这场终局对决的胜者，不仅仅可以获得2017年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且还可以获得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牛刘栓先生提供的100万元以上的奖金啊！我们期待着11月4号啊！那究竟谁能够获得这样一个挑战权呢？我们暂且不说，眼看着兵临城下，仪龙作何感想？听听仪龙怎么说。大家好，我是仪龙。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习练者，这些年来有很多世界顶尖高手希望向我发起挑战，与高手切磋既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愿望。这次武林风在世界众多挑战者之中精挑细选出来8名世界最具实力的顶级选手，最终选出来的冠军将与我对比。我相信他是众多强手之中的王者，我非常期待与他的殊死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在未来的7个月，我将拜访名师，与少林、武当、太极、武功等各大名派切磋交流，潜心修习，将中国功夫与现代中国技艺更加融会贯通。仪龙王者挑战赛，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在擂台上的战斗力。我仪龙在这里等你来战，加油，仪龙！差不多有200多天的准备时间，仪龙加油准备啊！我们期待着这场好戏。我刚才说了，4月1号揭幕之战，河南卫视将在我们的8号演播厅进行现场直播，票务咨询热线6061，前面区号是037。来，我们的对阵泰拳冠军之战就要打响了。首先为大家请出的南方选手，他就来自泰国本土。这位选手今年28岁，身高1米68，目前的战绩54胜14负 S1 泰国冠军，掌声欢迎来自泰国的彭沙马。即将登场的这位红方选手，我看到过网友这样评价他，说他的拳脚非常之利索啊，而且有着东北汉子的性格，在擂台上他的打法也极具观赏性。在这里我还得补充上一句，颜值也特别高啊。
这位选手今年22岁，身高1米75，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是20胜5负。2015年 WLF 65公斤级的新人王，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王志伟。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来为您现场直播这一场63公斤级的较量。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来自中国的王志伟，对阵来自泰国的通沙马。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腾霄。今天呢，和我搭档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著名的评论员，巴西柔术推广人王彦博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中泰大战的冠军之一了。那现在第一位出场的呢，其实心理压力相对比较大。对啊，这位是 S1， 也是目前现代泰拳推广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组织，他们泰拳以外的观众可以接受，所以目前 S1 的比赛有很多3回合的泰拳比赛。今天晚上这是一场中泰对抗，王志伟看看能不能这个代表我们的中方选手的旗开得胜。通沙马这是打的63公斤，但是他在 S1 的这个成绩呢，好像是60，是，现在是涨了3公斤，目前呢是89年的选手，是，他对手呢王志伟是95年的选手，两人的年龄呢还差的有几岁呢？王志伟呢也是目前新武创新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了，是，通过自己这个非常灵动，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打得很干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得到了很多这个粉丝的支持。属于有颜有实力的选手，是2015年 WF 65公斤级的新人王，没错。那现在新武创新呢是致力于中国散打的自由搏击化，大量的新武创新的选手呢都是从散打转型过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连击能力呢一直是他们在提高的一个方面。不过目前新武创新3件宝啊，大家观众朋友很多都知道啊，接对摔、飞膝和转身的后摆拳呢也是他们的3个非常出色的特点。啊，王志伟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武林风训练营进行了将近20天的训练，在福建泉州的训练营。是。好，那本次的这个训练营呢，我们也是叫上了主教练 Manley Poman， 也是我们熟悉的罗根埃尔索、罗根埃尔索啊。等等选手马克皮克哈桑拓伊的教练。哇，后手拳。不过对于我们武林风的选手来说，对于泰方或者是特别是纯泰式的进攻方式已经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经常呢和这个泰国选手有这样的一个小接上的交流的机会，没错。而且 S1 也是跟武林风合作多次的这种泰拳组织，是他们的一直的表现都是致力于将泰拳的节奏快速化，将这个对攻激烈化啊。我们也期待着 S1 的冠军，不过上来一看还是以这种泰式的风格为主，第一回合还是以稳健。其实我们武林风也一直是想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武术啊往这个中国竞技武术方向呢一直来引领，是提升了这样的我们整个的一个职业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没错，给很多的选手提供了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在武林风也出现了很多这个在中国自由搏击界脍炙人口的名字，是啊，和一张一张的名片，特别是像我们主持人前面说到的这个一龙的王者挑战赛，对对对，马上要启动了，这也是在2017年的一个全新的期待。是的，王志伟在这场比赛我们看还是第一回合以重击为主啊，连续的打击力度并不大，转身后呢，
王志伟的转身动作呢打的都是比较快，而且运动比较小的。对，这个得益于他原来练习的这个原来的武术的基础。就刚才这一下呢，这个转身后蹬呢是没有太多的给腿部这个发力空间，哎，是，所以说呢这个动作起来了，但是打击的力量呢差一些。没错，现在双方呢将要准备进行的是第二回合的较量。它之所以被称为五百年不败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把效率发挥到最大极致的武术。对，我们看到所有的泰拳高手呢，他的动作都不是非常的快，对，但是他们的效率和有效性非常的高，要的是打击的力量，是的，和打击的效果。我们的擂台上不乏这个泰拳的高手，而每一个泰拳高手都有自己的特色，可是他们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准。是，哎。而且呢说到这个效率，他们确实那拳腿膝肘这八体的拳就是这样，能用的我们全都用。是啊，现在的泰拳在发展以后呢，他们更加突出了自己的拳腿连击的这个效率，而且把自己的腿法的伤害性增加。因为由于自由搏击的这个判分规则呢是拳腿都算点，对，而不是泰拳的重腿轻拳，是，所以导致泰拳手现在不得不重视拳法上的运用，是，和对方快速密度自己的防御的能力。我们看王志伟的快拳给了对方比较大的压力，哦，这下哦前刺很有力量，哦低扫，再次低扫，通杀马的低扫呢，王志伟是用大腿的外侧去杠，但是并没有提膝，是，看来对自己的这个腿部的抗架能力是比较有自信的，有自信的，再来连续打斧，王志伟需要做更多的渗透性的进攻，你看通杀马的对面对王志伟的拳都不怎么防，对。一方面是由于泰拳严守面对快速进攻不是很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志伟的拳可能对在他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绝对的这种杀伤力。好，上攻，停攻，打到了，对方还一个后直，好的，王志伟后手，哇哦，一扫喊一下，王志伟打斧，漂亮又有，通杀马很奇怪，在面对对方的打斧拳的时候，自己直接用手护在腹部，对，并没有用我们传说中拳统的这种屈臂的方式。小踢，王志伟前左手摆拳，对，王志伟的在这个空间和时机的掌握上非常好，有没有机会？有效打击数上，王志伟是高的，是高的，但是这个。拳的这个力量上还是稍欠一些啊，这就体现出来这个传统式的泰拳如果不做改变，在自由搏击规则下呢，面对快拳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哦，双方对攻很有血气啊，是，这就是我们竞技武术的一个表现。对，中国的武术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已经可以借鉴到1000多年前，那现在在这个擂台上我们展现出来的是新一代的中国传统武术，特别是其实武创系列好多都是散打系的选手出现的。 对，其实而在这个我们竞技体育的舞台上啊，除了看技巧之外，更多的我们看运动员展示的他们的意志力的表现、精神的表现啊，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激励。这也是武林风给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们更多的选手可以走进来，在这个地方习练他们真正想要做到。好，这又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拳。这一回合应该是泰拳手比较适应的一个回合。对，但是进行这么多年的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呢，我相信中国的选手也适应了这种比赛的节奏。而且其实呢，我们再看，尤其上一回合这个结束的时候，王志伟在这拳的进攻上还是很好的，效率很高，效率很高。哦，对方是想用重击换效率了，是。而且现在这个王志伟连续的这个打击，应该对这个通杀马其实已经累计的这个伤害。哦，后手前手，漂亮，上钩，举膝，挥膝，哇、哦！累积的立体进攻能不能把这个通杀马直接击倒？但通杀马的力量还是很足的，抗击打能力也是很强的，我们看他肌肉维度也是很强的。这是王志伟的连续的这个打击啊。还是要有一个持续的叠加效果，整场的比赛节奏还在王志伟手里，对，王志伟选择的距离，然后双方在这个距离对拼，这样是一个好事。对，哇，漂亮，后上钩前平钩，上钩平钩顶膝，上钩顶膝，漂亮。哦，这样挺好，这样让对方是。简单的曲臂防守这是没有办法防的，对啊，所以王志伟打的这个方法选择是很正确的，漂亮，继续往前走，王志伟通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沉寂的表现啊，就是在有一段在场上跳来跳去啊，选择自己的攻击距离，又有一段时间啊打了更多快密度但轻力量的进攻，现在慢慢找到比赛的节奏和掌握。是，现在我们看王志伟基本上已经完全把握住了比赛的场面。是，新武双金作为这个散打自由搏计划的开创者、也必然会是试错者。是，也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些方式，我们去试，这些是错了，那我们不走。这样的方式的情况下，新武双金在慢慢找到一条适应他们的路径。这种大胆的探索，必须要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来。阿伯，但是王志伟的这个拳法的渗透能力，加之对方比较好的抗击打能力啊，并没有将对方有过重击读秒和终结。最后十秒钟，王志伟在最后这十秒怎么利用？很好的，漂亮，漂亮，哦，连续的拳的进攻组合，这场比赛很漂亮。我个人的感觉，王志伟的这个有效打击数要比对方多，是对方的扫砍的重击力量很好。对，但是在整个应该是比赛的这个场面上来说，应该是王志伟控制的局面更多，主导着比赛的这个场地的选择。对，看连续的拳的组合进攻，让通杀马确实也是难以招架。对。30-27，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中国勇士刘玉文化促进会秘书长、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刘刘栓先生为获胜方颁奖。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2017年一龙王者挑战赛最终的胜者。牛刘栓先生将提供100万元以上的奖金，谢谢。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牛刘栓先生的支持，大力支持。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边观看我们的精彩比赛，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参与我们的摇一摇互动游戏。我们为您准备了现金红包，还有精美的大礼包，千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学传统，高手一局。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携手云顶新战，见证一带一路背景下崛起的金三角特区，感受中老两国人民山水相连的深厚情谊。血战到底，王者留名。河南卫视3月11日、18日，武林风决战金三角震撼播出。2017开年大战，一场史诗级的对决再一次上演金腰带之争。刘平原大战半斤尼克莱，谁才是储量级的王者？中国力量能否再次登顶？中国无限制格斗又以巅峰之巅，更有次重量级王者丁马、摇滚歌手高俊彦、女将李涛、梁娜的精彩赛事。3月11日，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火爆开战，咨询热线03716011111。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风中国勇士大战全球泰拳冠军之夜啊。在这里还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么今天比赛之前，我们所有参与比赛的中国勇士都参与到了武林风训练营当中。我们是从荷兰重金聘请的世界最顶级的教练，同时呢还配备了我们的体能师还有营养师，整整21天的魔鬼训练啊，到底效果怎么样？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大考验，看来效果不错啊。首场比赛旗开得胜，接下来的比赛值得我们大家期待。我现在在想啊，假如把我送到这个武林风训练营成魔鬼了是吧。继续我们下面的比赛，65公斤级的比赛，西班牙斗牛士要出场了。这位选手啊，坦克式的打法会非常的好看，而且场上毫不吝惜自己的冲击力和爆发力。23岁，身高是1米74啊，目前的战绩34胜3负，20次 KO 对手 ，WKU 欧洲冠军 ，IPTA 的世界冠军。我们欢迎来自西班牙的卡泽哈亚特南华。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corner, weighing at 5kg, 174 number score, 13 years old, 34 wins and 3 losing, 20 KO. WKU Europe champion, IPTA world champion from Spain. I give you Catherine Stoma.即将登场的这位红方选手 ，WLF 历史上第一位新人王，就在去年，他迎来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强对手。哎，巧了，就是一位泰国泰拳的王者考。那场比赛虽败犹荣，他用他的智慧和顽强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这位选手今年24岁，身高1米76，来自星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13胜6负。啊，刚才说过了，2014年武林风的新人王。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王鹏飞。WLF 2014 UK champio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Wong Kong-Fei。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来为您现场直播这一场65公斤级的较量，对阵双方来自中国的王鹏飞和来自西班牙的卡泽哈亚特纳瓦。好，现在这场的比赛呢，王鹏飞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最近一段的训练的效果。我们也知道了，选手在21天的武林风训练营里边也是受尽了各种教练的想法啊，是，哎，还受了 Michi 啊，以及我们的主教练，我们说到的 Miley Portman， 也是罗根·阿尔索、马克·皮克、哈桑·托伊、谢尔盖的教练。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检验一下这个训练的效果怎么样。王鹏飞是一个，我觉得在技巧、整体性和这个对自己风格的成熟度上比较，就是顿悟比较早的选手，很早的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在找到自己适合的级别以后呢，王鹏飞的这个状态就开始提高了。之前一直在试着打68、67、70，但是其实他最适合的还是65公斤级。对，王鹏飞呢，93年的选手，13胜6负，也是这个 WRF 2014年的新人王。卡泽哈亚特纳瓦呢是西班牙 WKU 的冠军，在西班牙国内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选手。但是西班牙的选手的风格呢，其实更有点像这个传统泰拳的风格，下肢的进攻就比较多。我们看后手，前后手，哇，两个打到了。Stop！ 这个是正踢到啊，王鹏飞刚才想出动作的时候被踢到了。这样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会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啊，王鹏飞并没有选择休息，是直接现在继续的战斗。两个人的这个拳法的内围对攻很有技巧性。哦，漂亮。对方很漂亮的拳法，王菲后肢打到了，对方有这个 clinch 的这个嫌疑。在我们的比赛中是不允许出现带摔的。张立刚老师也是刚才呢进行了一个提示。对方盘腿。纳瓦呢是94年，身高1米74。盘腿是来自刚才这一举拳接腿啊，直接踢到了一个顶膝。王鹏飞后手拳顶膝，顶膝上高平风，后手去。现在卡泽想找一个机会，有机会，感觉要掌不住了。是王鹏飞能不能找到机会？恭喜对方！哇！能不能坚持呢？裁判确认了，对方的眼神已经迷离了。对，没有继续打下去。我们看到王鹏飞进行了将近1分钟的对攻，而在这1分钟的时间里，基本上是王鹏飞单方面的输出。是，这一分钟当来说呢，给对方的一点余地都没有留啊。这个暴风骤雨般的这个拳头，雨打沙滩般的打下来。这样的话，王鹏飞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最近一段训练的状态和效果。漂亮的一场比赛 TKO， 6秒时蓝方被 TKO， 比赛结果红方胜。The winner is the corner。 祝贺王鹏飞，有请优德医药网 CEO 王新瑞为获胜方颁奖。好样的，现在我们的中国勇士对阵全球泰拳冠军，目前的大比分已经是2-0领先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经常最近啊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武林风栏目创办至今，初心不忘，那就是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这么多年来，不敢说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但是啊，少年强则中国强。大家放眼望去，现在在擂台上的这一批年轻人，像王鹏飞啊、王志伟这样的年轻人，
无论是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耀眼的擂台，无论对面站的是多么强的高手，展现出来的永远是自信、顽强与高超的技艺。大家说对不对？我想这样的场面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愿意看到的、希望看到的，而且值得我们大家永远去发扬的啊！再举一个例子哈，在若干年之前，当你面对泰拳选手这种犀利的进攻的时候，你敢不敢？你能不能硬碰硬呢？继续接下来啊，这场比赛非常的好看，女子56公斤级的比赛，先通过短片认识对阵双方。Hello everyone, I am Super Mari Mariela Kruse and I come from the Kingdom of Fight, the Netherlands. I'm 85 and I won 12. I'm 4-time world champion, WFMC and FF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and I really like it here. But I heard someone wants to challenge me. It makes me really unhappy. Do you really want to fight me, strong girl?大家好，我是风暴女孩黄丽，今年20岁。我一年前刚转入自由搏击，与世界各国搏击高手有过切磋。今天晚上呢，我的对手也很特别，是来自二次元的超级玛丽。不过作为拥有特异功能的超级英雄，我是不会害怕马里奥这种小角色的。大家等着看好戏吧。哎，我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南方选手，他的绰号很有意思啊，超级玛丽，这个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擅长。他来自荷兰，荷兰呢很多年前我都去过啊，我最大的印象在对荷兰呢，就是满大街的自行车，所有人都骑自行车，绿色出行啊，而且人高马大的骑的自行车超过我们的大二八的自行车。我估计我要是骑上那种自行车以后啊，我觉得就像耍杂技的似的啊。荷兰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台湾省，但是荷兰却盛产搏击运动员啊，高手比比皆是。这位选手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希望啊，中国观众朋友们的热情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位选手呢，今年36岁，身高1米64，目前的战绩呢是18胜12负，5次 KO 对手 ，WFMC 2013年的世界冠军。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 Marina Kloose。短片当中也说了，他是2016年刚刚转入职业比赛的。我走上武林风的擂台之后，反正是我没有见过他输给别人啊。这位选手今年20岁，身高1米66，来自星武创新俱乐部，目前的战绩4胜1负。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风暴女孩黄丽。Four wins and one losing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黄丽。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我们的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的一场56公斤级的女子比赛，来自中国的暴风女孩黄丽对阵来自荷兰的超级玛丽马瑞娜克鲁斯。啊，黄丽呢，像主持人说的，最近的这个胜率比较高啊，战胜了荷兰的齐贝尔、西班牙的希拉加利亚。黄丽本人呢是这个打工子弟出身啊，2011年到2013年福建青少年56公斤级的冠军。今年只有20岁，而他的对手呢，这个超级马里奥啊，这个如果我说我喜欢这个比赛，就暴露了年龄；喜欢这个游戏就暴露年龄。那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就没玩过这个游戏，有点假了是吧？那么马瑞娜克鲁斯本人呢是有自己的拳馆，我们看到他出来的时候是代表自己拳馆进攻。是的，这个 WFMC 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World Fighting Muay Thai Championship 啊，名字很大，但其实这个比赛还是可以的，他是世界2013年的世界冠军。黄丽本人的特色呢就是进攻很快，散打系的选手，缺点就是他的终结率非常的低。自己基本上都是靠判定获胜的。对，但是这个上来之后，我看两位选手都是打的这种风格啊，进攻速度快。黄丽的连续的后手拳击中对方的下巴，这会不会是黄丽的一次终结？我已经预判过很多次了，但都没终结。所以说，本人是这个。田木老师，你以后说话慎重一点，好吧？不是，黄丽我已经在他战胜荷兰选手、战胜西班牙选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终结，但最终并没有。黄丽的速度，把所有的这个训练的重心都放在速度上。那咱们这场比赛走着瞧，好吧？好。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呢，这个上来就前面这几回合，你看，确实黄丽呢，这个在进攻上，你看效果很明显。没错，就是不知道这个他的对手。都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布置起来合理的这个进攻方式。没错，特别是经过我们这个武林风训练营训练以后呢，是感觉前面的几个选手的这个水平效果很明显高的。对，前两场比赛2-0，现在两场都是中国选手获胜。我感觉从眼神里看，马瑞娜克鲁斯有点怯了啊。是，黄丽其实这会儿真的应该抓住机会往前找。黄丽的拳法速度很好，拳击连击也不错，但是他的渗透能力，拳法的渗透能力不是那么好。对，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给了克鲁斯一些喘息的机会啊。这样，我们看一下黄丽在这一次的表现能不能提高这方面。哇，马瑞娜的这个拳法还是有一定威胁的，黄丽也要小心。到目前为止，黄丽的这个有效得点数是远高于对手的。所以说呢，看看接下来时间有没有机会有重击呢，能不能有这个终结呢。我觉得这会儿黄丽打的还是这个顺风顺水的。没错，10秒钟。说到了，我们看到现在新一批的武林风的选手呢，在慢慢的成长和成熟，也是我们竞技武术的这个一直给他们这样的平台在推广和这个包装的自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武术啊，博大精深，没错。但是呢，这个真正从传统武术当中汲取精华，走向这个竞技武术的这个职业的类型，其实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感觉上两个选手的这个进攻频次是比较高的，是，但是都发的力都不足以击垮对方。刚开始时候，这个马尔纳克鲁斯上来之后，好像有一个三板斧，是，但是呢，没有打响。两位选手将会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了。那在刚才第一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黄丽啊，整个的进攻的速度确实像保持这一贯的这种快速的作风，速度很快。是，哇，
又上来之后还是刚才那个回合的翻版、啊、对，一句话没完，是几拳已经输出出来了，一言不合就快速输出拳，哎，没错。这个投手拳，好漂亮！哦，投手拳塞到了。黄丽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自己。给我的感觉好像马瑞纳克鲁斯本人啊，黄丽可以用自己，对，没错，多用些腿法，对。哦，对方的这个拳还是蛮重的。哦，两人换拳。前后手接腿，黄丽更喜欢用散打式的这种抡起来有运程路线的这种拳法。对，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呢，可以加力量。对，这是一种发力习惯的问题。我们看日式的选手，包括荷兰式的选手，他们的这种短拳啊、直线的多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更多的发力次数。是，但是抡摆拳当然。抢了一个前刺，扫踢，马瑞娜感觉体能上有点问题，是啊，喘气喘得比较严重，而且其实刚才的上一局当中，杨光老师就说了，这个从他的眼神当中啊，已经看出来对有一些怯了，是。不过我们看他的经验还是不错。并没有往后退。对，目前他的战绩18胜12负，而黄丽呢是4胜1负。哇，两个人的拳术呢比较容易被掌握，就是前后手。是啊，倒是打法呢比较简单。对啊，就看的谁能够这更有效了。黄丽刚才出了一个勾拳打斧啊，这个还挺少见的。嗯，主攻中感觉两个选手是说好了的，就是我发动你也发动，然后我发动以后一块输出，漂亮！哦，两个人打得难分难解呀。是的，啊，这一回合的表现非常的不错，我们看到这个是女子的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的比赛了。对，因为两位选手其实打法呢相近，而且都是这种快速输出的这样一个状态。没错，而且黄丽经过这一段时间武林风训练营的感觉。我们感觉他拳速再加上自己的拳的重量上，好，现在双方呢将会进行第三回合的比赛了。黄丽一般来说三回合会有，哇，连续的拳腿，漂亮，好，一个很机智的一个撤退，哎，没错。黄丽现在打的还是这个还比较综合的技巧性，技术涵盖比较深。上勾拳把护持打掉了，直接把护持打掉了。这样的话黄丽会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对方也是，那么双方都不希望把这个比赛的时间拖下来。对，因为我累你也累，那我觉得我可以战胜你，这是一个选手基本的心理素质。对，而且其实这个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其实是均等的。漂亮，打到了正当游，马瑞纳克鲁斯这个进攻啊，这个气势上是有，但是准确性是差一些，动作力量比较大。嗯，而且他动作比较好判断，对，他这个在出拳之前啊，整个身体这个运动的一个状态比较明显，啊，都要抡起来。黄丽的拳法其实主体还是自己的前后直拳，而且有效性还一如既往的高啊，是因为快。
那应该说呢，从目前看这三回合上点数上应该是明显的优势。对，陆续推出一龙王者争霸赛这样一个比赛，对，这样呢也是一个拳迷们非常期待的一个顶尖的赛事，将会有八位顶尖的选手，对，在经过一场八人战之后，胜者最终呢和一龙来进行一场搏斗和较量。没错，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想想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开始准备开放这个60公斤的世界王者的比赛。所以将会有更多的精彩提供给各位，那么我们也有更多的期待。马里一如既往的这个速度很快，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输赢应该比较很明显了。对，王力在点数上一定是占有优势的，就看这个最终怎么赢。比赛时间就不多了。如果按这样的这个程序发展下去，相信黄丽会拿下这场比赛。是，漂亮。哦，对手的这个体能下降非常明显。最后十秒，漂亮油。这场比赛应该说王力呢在整个自己的这个战术特点发挥上啊还是淋漓尽致的。没错，我觉得他还是要提高自己这个拳法重击的渗透，如果加上自己的拳法的渗透呢，王力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对，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手，但要成为非常优秀，王力还有一段路要走。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泰拳冠军目前的大比分呢已经是3-0了，三连胜了啊。好，接下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苗威、王鹏飞、焦富开领衔出征，泰拳中国功夫，中国勇士大战泰拳冠军之夜正在播出。拳手逐鹿，高手对决，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携手云顶星战，见证一带一路背景下崛起的金三角特区，感受中老两国人民生死相连的深厚情谊，血战到底，王者流名。河南卫视3月11日、18日武林风决战金三角震撼播出。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风中国勇士大战全球泰拳冠军之夜。今天呢，一开场我就提到了我们2017年武林风的重头戏仪龙王者挑战赛，4月1号正式开战啊。那揭幕之战，4月1号揭幕之战谁来打，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泰拳四大天王之一的狼王鲨鱼狼，这个大家熟悉哈。另外一位荷兰的名将哈桑托伊，有好戏看了。那究竟这两位名将谁会距离一龙王者之战更进一步呢？我们期待着4月1号河南卫视在八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的票务咨询热线03716061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泰拳。泰拳啊，在泰国被誉为是圣拳，上到皇室，下到普通民众，对泰拳啊都非常非常的推崇。然后在泰国，上至99，下至刚会走，谁不会打那么两下子？那拳打得好叫泰拳，打得不好那就是泰囧啊。继续下面的比赛，63公斤级的一场比赛，男方选手来自泰国本土，今年20岁，身高1.73米，目前的战绩32胜16负，Muay Thai Fight Night 冠军。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泰国的特塔赛。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corner with it at 6.32, the head of the service first and the support. 20 years old, 32 wins in buildings. From China, here is Gino Chai.即将登场的这位红方选手，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他聊过天儿。我说你怎么走上的这条搏击之路呢？他说小时候太调皮，爱打架，家人就把他送到了武校。我说你现在回家还打吗？他说现在不打了，现在人家动手他都不还手。看看看看，这个武术啊，学武术不仅仅强身健体，还能修身养性。武术的武字怎么写啊？止戈为武。这就是我们中华武术的这种博大精深啊！无论这个武林风，我们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中华民族这个武术精神永远都是我们的指引。接下来出场这位选手啊，20岁的年龄，身高是1.73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13胜6负，3次 KO 对手。2014年 WL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小哪吒金英。金英对着来自泰国的特塔猜，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王腾霄。今天和我搭档的让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著名的评论员，巴西柔术推广人王延博老师。好，观众朋友们，现在这场中泰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泰拳，中国武术对泰拳的这个大战。金英小哪吒，7年的选手，对，身高都是1.73米。但是泰国的特塔猜的臂展比金英长三公分。对，长过的身高，他的臂展是1.75米，而金英的臂展是1.72米。
看空西啊。金英呢今天穿了一条非常带感的短裤啊，是这个颜色让我们觉得眼前突然很亮，擂台上的一抹亮粉，哎，没错。金英最近的表现呢是越来越好了，在原来的高速的前提下呢，也增加了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是。前中早，前中早，黄呀！现在的这个克塔猜呢是这个 Muay Thai Final 的冠军。移动，漂亮！不过也是这种纯态式的方式。金英打了很多这样的选手了，所以应该自己心里有一套，哎。加上我们看到现在下面的杨卓啊，是全力在关注着自己场上的选手，对，漂亮。前点后直，前点后直，现在直直摆对，看到地球，先打拳直直摆，然后再顶膝。哦，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很漂亮，哎。他手掉，我们看看，打完全点踢腿，打脸，动作速率反应非常快。全是虚假的，一打完了之后再踢腿啊。我们看下面杨卓正在教着金英自己最擅长的虚实结合，是杨卓就是最擅长在战机把控中找到蹭隙的一个选手。哦，有漂亮。刚才金英的这个动作其实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但体现出来什么？体现出来金英的训练已经完全自由搏击化，对，接腿后完全没有迟疑，直接进攻，直接就进攻，对。接腿后的一次进攻用得很充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啊，其实这个在习练之前，习练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拳法，一个是这个自己的拳法的套路，再一个是自己的本能反应的意识，这两个都需要这个改变。而改变的准绳呢，就是他要参加比赛的规。对，抢的，哦，左摆拳，走，两个人挂。前中走，前中走，对，先打拳，再前中走，再低头前中走，再低头前中走。接腿，并没有直接摔法。对，现在顺远的训练体系慢慢的在向这个纯自由搏击化的转变。后手的前手都塞到了。克岛猜的这个整个的表情很木讷。是。哦，有这一下，这一下。克塔猜这个抗下能力还是很好，我两个人像拍电影一样在空中，哇，后手拳，空中换一拳。两个人的拳法的爆发力都很快，对。感觉这场比赛的这个玄机很多，对，就很难一次奠定比赛的这个走向和趋势，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啊，这个上来之后的这个感觉，这个比赛的感觉风格还不错，是吧？金英呢，这个在比往年确实有所提高，而克塔猜的也表现出来非常。这个身板在刚开始的时候，金英接的，感觉被压住了这场比赛的节奏和局面。开始了，进入第二回合。杨卓刚才给金英指导了一个行走路线的方式，看金英能不能用得出来啊？肯定有经验的观众朋友们也能看得出来。因为克塔猜自己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纯右式的选手，因为右腿和右手的依赖非常的强，对。所以金英可能会向他的这个握连续的打击。确实，从这个连续这几回合来看呢，很明显。自己的这个右手和右腿，现在克塔猜即使把右腿变成前腿，也依然在用右手进攻。对，是一个非常依赖后手的习惯。漂亮，敌人是等对方进攻，对，抓对方这个。第二次进攻的这个间隙比较大，找这个空间，在这个合理的时机，然后出拳。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自由搏击是一个瞬间的艺术，是啊，它是在瞬间需要判断出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并且执行的这样一个玩意儿。这个哇，上钩！哦，
哦，小心了，金英全白打到阿波前大头，阿波很漂亮，希望后手金英躲开了，这几拳打在手套上，阿福也打在手套上，哦，漂亮的迎击顶膝，感受一下，获得一个强制的读八秒的这个加成分，比如对方现在的起停分已经八分起了，对，看今天能不能继续的扩大优势呢，刚才这个领先真的非常漂亮，好机会，好机会进去，哦，现在这打开是有一些步伐有一些乱，哦，这个慢慢的好像调整回来了，有点调整回来了，现在克里斯克塔塞是想希望用一个后手彻底终结金英的进攻，阿福哦前排大刀顶膝，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是一个玄机很多的比赛，对，每一次当我们觉得要往一个方向行走马上要反转，克塔塞可能是承受不了了，刚才应该是又一次的顶膝，多次的这个四十前排，对，恭喜金英提平拿下这场比赛，用自己的顶膝拿下了这场、个两次击倒对方的第二次对方直接弃权，是到现在两次的连续的累次的叠加的伤害，柯达塞到目前为止还在恢复，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是那么金英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然后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比赛的慢放，比赛的慢放，其实这并不是一次单击的成功，对，是多次击出的，走，哦，这是这应该，哦，这就是刚才那，哦，这是第一次，这个对方是第一次被冻顶，对，这是第二这是第二次连续的两次累积，这个左侧的顶膝，对，正中在心口的位置，对，这个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30秒时，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先了啊，加油加油，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会很好看，因为是一场复仇之战，仇因何起呢，听我细细为您道来啊。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武林风携手云岭星战走进了金三角啊，举行了这个决战金三角的比赛，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即将登场的这位泰拳的高手上场仅27秒就 KO 了中国勇士，那这位中国勇士就不是别人，是即将登场的这位中国选手的师弟，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的复仇之说。这位泰拳选手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在金三角已经见识过了，他参加过200多场的比赛，10到20场啊。而且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与他的同胞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手，西皮猜对决的胜利。这位选手今年28岁，身高1.70米啊，来自湖北中泰国际俱乐部。168公斤级金腰带的拥有者，我们掌声欢迎泰国一休伊 Q 萨。所以他我们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一上高的那个我们中国的马上手可以一直摆他到他妈手可以放摆他。你说摆放同一个三个，我们这些几乎话，我们
不带框出来，我们再多一个那个三块钱。未来我们说他我们靠用远处的速度吗？那现在我们个做土地就可以拿他们做搞东西，我们先好先好拍你用不了吗？拍你一直用他们给他们放大。วันนี้ชื่อเล็กเป็นตัวมาดีครับผมพร้อมที่ครับคุณแม่ครับผมวันนี้ผมจะชื่อเล็กวันนี้ผมจะน้องคุณยุคิ泰国一休一跳伞找到自己一种放松的方式，特别希望在今天的擂台上他也能找到一种令自己放松的方式。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为他加油，因为今天的对手真的不好对付啊。这位选手今年25岁，身高1米77，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是24胜13负，武林风中国勇士 WCK 洲际金腰带的拥有者。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战警谢雷。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谢雷。有请谢雷，战警谢雷。刚刚看文艺就可以了。刚刚看都可以了，应该多了，咱可以了是吧？我刚看文应该都可以了。不接，不接，不接，不接。我没什么高的。那你让我当战警都可以。我练习自由搏击有6年的时间了，然后我现在嘛，自己想更进一步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要求更高，对自己更怀疑。这次训练是我最需要的。刚才估计就是有点像无手烟似的。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我们现在马上要为您呈现的这场比赛呢，是战警谢雷对阵 DQ 上的这样一场比赛，这个叫70公斤级的较量。这也是今天晚上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是的，啊，谢雷在最近的状态呢是直线上升，从2008到2010年辽宁武术散打冠军 WCK、CIK、WF 的冠军以后呢，谢雷已经目前站在对这个日本选手，目前也是7连胜了。在山口启太、白井正太、陆西昭南、吉本光志、马西斋、五岩，以及我们最近的这次的久保犹太，虽然在这个比赛中啊有过争议，但是谢雷的确在这场比赛中表现，通过武林风训练营的训练，谢雷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这次赛前我已经采访过他，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他要怎么打，一会儿就再把这个保护来，是吧？是。截止到目前的这个中泰的这个对抗呢，已经是4-0，中方选手呢对阵泰拳选手呢是4战均胜。这次的武林风训练营呢，的确对于新选手来说，至少目前都是新选手，效果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对我们原来的这个新武创新啊，这个散打化的这个选手和这个顺远，他们感觉是多了更多的这个知识面。是的，现在站在场上的另一位 EQ 桑啊，一休，是目前200战只负了20场，是一苏组 China 3和 WPMF 的冠军，并且在他在68公斤级也是金腰带。刚才我们说到了世界目前排名第一的西提猜，曾经在 Omonius 的第4战均胜。这次的武林风训练营呢，的确对于新选手来说，至少目前都是新选手，效果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对我们原来的这个新武创新啊，这个散打化的这个选手和这个顺远，他们感觉是多了更多的这个知识面。是的，现在站在场上的另一位 EQ 桑啊，一休，是目前200战只负了20场，是一苏组 China 3和 WPMF 的冠军，并且在他在68公斤级也是金腰带。刚才我们说到了世界目前排名第一的西提猜，曾经在 Omonius 的第4次的比赛的 Fuk Tai Group 的比赛里，是直接踢伤了西提猜，让西提猜气得散。EQ 桑在武林风走进金三角的比赛里边，是击败了熊子强。这场比赛谢雷是为自己师弟报仇来了。是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有更多的看点。刚才呢，我们的裁判也是觉得这个 EQ 桑身上的这个水分过多呀，帮他来擦一擦。我个人觉得好像是身上有太油啊，这个在比赛中是不允许身上抹过多的油脂。好踢。谢雷的摆拳很次，在我这个角度看，这个双方比较明显啊，这个 EQ 桑的两个腿的这个维度非常惊人啊，跟他的出场音乐一样感人。第一回合双方打得都比较稳，慢慢的在找状态。谢雷呢，目前呢是24胜13负，曾经拿到过武林风中国勇士 WCK 的周季金腰带。漂亮，谢雷一个后拳。这个一定上在这个比赛中呢，一个太阳散打的帅帅，是啊。漂亮，打佛，后手勾拳打佛，接腿，后手击佛。看来这下呢也是很漂亮的。可以说在这场比赛里呢，谢雷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这个拳法密度的问题。打佛，连续打佛。
双手估计用的 clinch 是不允许的。空手，接着正好抬腿的部分。一回合结束了啊，算是不分不分。不过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阵子是选择了更严谨的这种第一回合的试探方式，也充分体现了谢雷的这个分量对他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对，因为对对手呢也都清楚，谢雷呢在最近呢是一个上升期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呢这个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谢雷在赛前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他是准备打全马的硬战的，近战把距离拉近。果然是这样的方式，而且谢雷是因为伊克桑是一个泰拳式的选手，他希望伊克桑出重击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一个机会输出自己的连续进攻。到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呢就是那个打的这个四平八稳，双方呢也是在互相的找这个状态的感觉。伊克桑的重击力量，谢雷还是要需要注意。可惜，上勾漂亮，漂亮，对方还了一拳，又一拳，我扫踢转身反背拳。哇，这个好，好精彩。不过伊克桑的后手拳很准啊，这里要小心了。刚才其实谢雷抢的前点，对，而 EQ 桑的这个有效打击数并没有被拉开。对，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呢，先给我们那个有提振了一个小小的强心剂。哎，没错。那后面会不会还有这样的精彩对攻呢？我们就期待一下。作为完全体的泰拳手呢，其实他并没有距离上的明显短板，远距离有扫踢，中距离有拳法和内围技术的控制，近距离有顶膝，所以我们说到泰拳是一个将效率无限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武术，是相对于空手道诉求要求更多角度和这个路线的变化的，泰拳就要求更多功力上的加成，是。这回合呢，两个选手的这个技术和动之间的转变啊，是非常快的，是的。两个人在僵持的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裁判都会提示你不能再这样了，要出拳，但是快起来之后呢，这个速度和节奏又是非常的惊人，速度不止动作脱速。不是想赢，但互相呢又心里有一些忌惮，因为双方都有终结对方的这个能力。对，哇，这个扫地很重，谢雷要小心防护自己的手臂，这是滑倒。如果说宋创新第一把手是方便的话，谢雷就绝对是二把手。是的，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看到双方的这个战绩啊，谢雷24胜13负，而他的对手呢，220战153胜，那其中有38次是 KO 的对手。是的。这个作为泰拳手来说，没有200多站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嘛。是的。漂亮，前排遏制了对方的进攻。对，对，对方刚要想起来，这下有一道化解了。这是在找机会往里进。哦。伊克桑的这个技术还是用得很细，对。好，四龙后手，反锁两次，双手固定是不允许的。然后其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各位也还可以期待一下，在之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羽总的一个挑战赛，是在全球。精选出8位世界级的强手来进行一个8人战，最终的胜者赢得和伊隆挑战的两个机会。这个比赛，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年的这个主旋律。刚才在放的时候，谢雷的打法，我感觉是力量上增加了比较明显。
但是速度上并没有太明显。但是谢雷的那个感人的表情，大家应该也记得了，记忆犹新，那个表情非常辣眼睛，是的。自信一点，打了自信一点啊！相信自己，平平带好了啊，平平下来了。哎，放，有想着发力啊。好，首发就是第三个回合的教练。快进！这场比赛的一秀嫂阵脚扎得很严，是啊、哦、在拳法和腿法对拼中都不吃亏，谢雷也是一直出于攻势，对，而且赛前要布置的那个战术呢，谢雷一直运用得很坚决，对，刚才一秀嫂想用一个不箍颈的垫步的顶膝，被谢雷从侧面切出去，哇！腾空转身后摆腿，腾空转身在空中啊，可惜没打到。对，要不必然会成为武林风年度最精彩的动作。好，顶膝，顶膝，然后打空到近距离，双方进入了中近距离，然后今天分开了。感觉上伊秀桑的拳法重，速度不是很快，对，也开始秀了，开始了表演啊。我们都知道伊秀桑输了大概20多场比赛，那这20多场比赛里边有好多是玩大了的这个赛事，我们俗称这一下这个玩输了。对，但其实伊秀桑本人的水平是非常厉害的，谢雷这也还了一个，两位都还表演欲挺强，是。这是散打的底子啊、嗯、瞬间的这个帅帅的劲儿，接腿打火，哦，做完一个前刺从角落里出来了，这局面的掌控我感觉他们有除了两眼以外的其他的感知器官、啊距离的这个快攻机会，是，有有没有机会？好，主要放出来。徐秀芳还是在这个距离控制还是做得很好，对，而且对擂台的解读非常的到位，对，很少让自己处在这个绳脚边上，一击的把握、空间的利用啊，都很科学，是，毕竟有200多站的。好，知道了。10秒钟，走，走，哦，这场比赛结束了。这个应该说两位选手啊，这个各有各的优势。后面看看一会儿裁判怎么来判罚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伊秀桑是这个不太拳的方式，他的这个稳健性打法呢不太容易出现特别明显的错误，是，而谢雷肯定会选择用自己的拳法力度啊快攻的方式来打破对方的防御和延长自己的防御。来期待一下这个裁判团队的判罚结果。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
29-28。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这种高超的技艺哈、啊，而且两位都像艺术家一样啊，相互之间啊也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友好，对不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里，一边观看比赛，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参与我们的摇一摇互动游戏啊。我们给您准备了红包卡，还有精美的大礼包，广告之后。泰拳冠军集结郑州，静音、王志伟、苗飞、王鹏飞、焦富开领衔出征。泰拳，中国功夫，中国勇士大战泰拳冠军之夜，正在播出。全球巡演，多数地区，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携手云顶新战，见证“一带一路”背景下崛起的金丝桥格局。感受中国两国人民山水相连的深厚情谊，血战到底，英雄留名。可以是3月11日生日，武林风决战金三角，震撼播出。感谢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风中国勇士大战全球泰拳冠军之夜》。武林场上的大比分现在是5-0，中国勇士5-0领先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73公斤级的一场比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南方选手，今年33岁，身高1.77米，目前的战绩是74胜22负，3次 KO 对手，意大利 S1 泰拳的冠军。掌声欢迎来自意大利的罗三里奥。绰号叫野狼，在狼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替代锲而不舍的精神啊！狼的态度也非常的纯粹，那就是对成功坚定不移的向往。这位选手呢，23岁，身高1.83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是7胜9负，3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野狼焦富开。
win at the service junior team competition and split the score on 3-0. Substitutes and non-loses the 3-0. From Tokyo Shuya Fighting Team, I give you World Champ Fukai!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这场73公斤级的对抗，中国的肖布盖对阵来自意大利的罗萨里奥。我是本场比赛的主持人王松霄，今天和我搭档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又喜欢的著名的评论员、阿西柔术推广人王延博老师。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一场中国和意大利的这个中国功夫泰拳的这个对战。是的啊，罗萨里奥在赛前呢，由于体重这个超标啊，在赛前被压了一点，看到了。Because blue fighter more weight, so one point will be subtracted。看我们的场上裁判张铁刚老师在用英文解释这个事情。对。罗萨里奥上来以后就是一个不太有力的局面，是上来以后就被压了一点呀、啊，这个在局面上被吃亏了的。这场比赛焦富开打73是稍微比原来体重大了一点。焦富开是一个反架系的选手，自己比较擅长打进攻，相对来说这个面对强攻系的选手呢，焦富开的防御能力稍微软弱一点。是的。罗萨里奥呢是84年的选手，比肖普盖整整是大了十岁。啊、嗯！加油！加油！后手，因为双方都是正反架，我们说了很多次，正反架的时候，在后手后腿的运用是很重要的。哦，漂亮！快！这脚正蹬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正中目标啊！是。这场比赛因为一上来以后被压了一点，焦富开在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对方因为减重相对更少，所以在体能上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优势，恢复更容易一些。哦，对方换架了，哎，还真是，而且是开掌式的防御，哦，漂亮，啊，又换回来了。当出现这种，哇，跳膝。当出现一开掌式的防御呢，就意味着对方大概是要出下肢进攻。对、因为从开掌式的防御想要再把拳塞出去，可能会需要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是，现在出现在镜头前的是罗萨里奥的边角。哎呀，漂亮顶膝。刚才那个飞膝应该是打到了，看后头还有没有机会啊？感觉上这一回合的焦富开的状态还不错。是啊，焦富开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这个强攻型的选手。焦富开啊，身高1米83，对，出这样动作呢，非常舒展啊，很漂亮。在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或者70附近的这个级别里，他和这个徐渊都是比较不错的这种瘦高挑的这种选手。是。第一回合结束，焦富开是完全压制了对方。对。这样的一场比赛对焦富开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头。罗萨里奥因为第一回好像是有一些啊，你看这个肖普盖这个正蹬确实非常漂亮，对啊，动作也很舒展。再来看哦，这一下好稳定的武器，应该说在这一回
现在呢，该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Round two。正当，那现在对方应该在第一局也失掉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在被扣一点的情况下，对方除非是将焦福开击倒，直接击倒，对，否则没有这个机会。应该是没有机会，我跳膝。又一次后腿的顶膝，成功率很高了。后手，我们看后手和后腿的这个成功率，焦福开现在是非常的高。对方的身体解析度看起来这个训练的规律性并不是很强，对，而焦福开是刚刚结束了这个魔鬼训练营，是，这是有在我们那个顶级教练的这个调教下呀，是，刚才呢几场比赛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效果很好，是。截止到目前，今天晚上这个我们的中方选手泰拳选手的对抗呢，还没有输过。没错，我们在看选手是不是进步的时候，不能只看他输赢。对，我们要看他跟过去的他比是怎么样的，包括他现在对手的这个应对是如何的。就是我们评价选手除了有横向之外，还有一个纵向。是的，尤其是对于选手成长来讲，这个纵向的这个提升啊，就非常重要。重要。焦福开的右手拳击中对方，这个时候焦福开不应该放松，应该一举拿下这场比赛。哦，这是漂亮！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一回合成为了焦福开单方面的输出了。对。打过了很多高手啊，比如说叫科尔啊等等选手，但是焦福开这个身体条件呢，也是在这个级别里选手非常不错的。是，1.83米的身高，臂展是达到了1.88米。是，17胜9负，3次 KO。这个10秒钟的时间。回合好像这个焦福开打的就是比较放松啊，哎，对，整个的节奏缓下来了，是不是为了第三回合的积蓄啊？单方面的进攻的这个演练了，是的，没错。悬念了，对，如果出现了罗萨里奥的后手直接抡到焦福开，像焦福开终结这种概率，那今天可以买彩票了。
朱景。嗨，赵宝全打到赵宝开，赵宝开在场上表现也是非常放松啊，应该说这场比赛胜券在握。但是每一次的这种大赛，其实对于选手来说都是一次非常珍贵的历练。对，我们也期待焦富开可以在这个擂台上把更多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是，而且在我们这个擂台上也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优秀的选手。没错，作为竞技武术的倡导者，也是我们这个竞技武术的一个大平台啊，武林风一直在潜力的推寻着一批又一批的选手走在这个珍贵的平台上历练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不仅是有技巧的提升，更多的是品质和精神的磨练。是的，最后的这一分多钟，罗萨里奥呢好像变得积极了，突然找到了状态吗？是的，但是确实太晚了。那这样，除非击倒焦富开除，终结掉焦富开除，否则自己没有机会获胜。OK， 来，场上裁判张天刚老师警告：如果我说停，你必须要往后退一步。最后的一点时间。这回合的比赛中，焦富开打的是比较轻松，对，跳膝，各种动作出得比较自如，对，没错。不过感觉在斗志上，焦富开不是那么的旺盛啊，就是没有我一定要终结你的这种。有的时候，这个双方的对决啊，对手也很重要。不过对手呢，这个也比较给劲，双方呢，这可能是越打越兴奋啊，这个比赛的经典动作可能谁再会犯法。刚才这一套摇臂和摇闪接拳法的这个连击里非常的精彩啊，恭喜焦富开拿下了这场比赛。虽然比赛结果还没出来，但我相信比赛结果不会出太大意外。进广告啊，喝点水，压着来大比分，中国勇士6-0领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来。接下来为您呈现的这场65公斤级的比赛，首先为您请出的南方选手，今年24岁，身高1.68米，目前的战绩是7胜2负，6次 KO 对手。掌声欢迎来自比利时的拿菲·比拉罗斯基。
introducing her. I'm the Honorable Connor, rated at 5 inches, and the Genesis is in the score on a Korean L. 7 wings in a chicken to the 6KO. From Belgium, here is Luffy Blonsky!今天对于这位比利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他24岁的生日，在中国的擂台上度过，用热情的掌声送上生日祝福 ，Happy Birthday！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今年21岁，身高1米7，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目前的战绩是20胜3负。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幽灵刺客刘启亮。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您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较量，来自中国的刘启亮对阵来自比利时的比拉罗斯基。两位选手呢，接下来呢将会进行这样一个对抗。这场是65公斤级的比赛，那么比拉罗斯基是7胜2负，6次 KO 对手，也就是在7胜里面，几乎每一次都是中国的1米77的臂展啊，这双手过膝了吧？啊，这个是类似于刘备的身材、啊。刘启亮1米70的身高，1米74的臂展，来自伊隆奥羽，20胜3负。啊，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伊隆奥羽的选手。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来自伊隆奥羽的选手，大多数都会在头发上做文章。这个包括我们前面出现的选手，或者我们在场下的边角，我们都看到了这些俱乐部的特色。哎，除了伊隆啊，没有办法在头发上做文章，是其他的选手被他分担了这个遗憾，被他分担了这个遗憾啊！哎、对对对。刘启亮本人呢是比较擅长打这个阵地对攻的，哇！而他的对手，纳菲的这个臂展可是非常恐怖啊，是，这个相当于两个手臂加长了。不过目测来看不是那么的长，是，所以应该是肩膀比较宽。但这个数据呢是我们在现场量出来的，对、啊，所以不会出问题，爆发力很足。有一个低位的摇臂就进去了。哦，刘启亮要小心对方的这个突发性的进攻，我们看出动作出得很果断，对，漂亮。这个比亚罗斯基啊，看来还打的是想要控制啊，一直在这个压着这个刘启亮在找刘启亮的节奏，是找到了以后估计会输出重击了。对，这个选手可是7胜6 KO 这样的表现，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数据了。是的，刚才他有限的几次出拳，我们能看出来确实爆发力十足，爆发力十足。刘启亮应该还没有完全拿出自己的一个进攻状态。是的，还没有找到节奏。对。看一个低位摇臂，直接下蹲自己的重心。哦、是，你看这几下呢，这个确实非常的果断。这是自己这个走位走得太靠里了，对，自己搅拌了一下。嗯。走。哦。啊、哦，这个不要背身。是。这个是很危险的啊。走、哦、这滑倒了，滑倒了、嗯、这个踩在了这个字的上面、嗯、哇啊、哦、这下很重啊，刘启亮一定要注意啊，对方是一个突发型的这种选手，
爆发力，要不然就贴住他，拿到一个自己适合的，给他机会。好，这场比赛会好看，应该是，第一回合结束了，双方试探一下，下一回合就该全力发力了。对，应该说很明显的是看到找刘奇良的这个节奏，是的，一旦找到空间输出重击啊，对于刘奇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对方的这个终结率简直恐怖啊，7-6 KO， 也就是说只要打赢，基本上都是要终结对方。好，现在呢进入第二回合。好，我们看第二回合双方会怎么样啊，这个是遇到了护具啊，对方会有最多5分钟时间休息。我看对方纳菲这个意思是不想多休息的。是，来比赛继续。好，双方的这个对攻的拼的还是蛮凶的。对，这节奏慢慢就快起来了。是的，纳菲应该是一个想找一个机会重输出的，这个、对，是。刘奇良看来是想把整体性打起来，是，两个人的这个目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在场上我们看呈现的方式呢，打法呢也不同。纳菲作为这种终结型的选手，就重击型的选手，他一定会选择更加稳妥或者更加开放的面去输出。对。哦，双方换拳。哦，后脑不能击打啊，这个是规则保护的区域。不过在双方这个内围脚缠的时候呢，他其实看不到是对方的后脑，本能的出拳啊。对，这个方式也是不错的，漂亮，漂亮。陈大飞这一会儿呢，还是慢慢的找到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而且他在慢慢摸清刘奇良的节奏以后，就来输出了。别跳戏。相对来说，刘奇良的组合数会更多一点。对，但是这个纳菲呢，是一直蓄了一股力量。对，然后呢，这个要这个到中近距离找机会输出重击。那中远距离的时候，他基本上不怎么有进攻啊。要这么拖下去的话呢，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对，他的出拳数要少。对，所以说呢，这个他就是能有机会再往里走啊，找机会给输出重击。我感觉纳菲就是，我不管用什么代价，我要进入中近距离，然后我要用一拳终结你这样的战术。对，但是这样的话，时间越拖，留给他的这个压力和空间其实也小。刘奇良的整体性也不错，他很难有一个很明显的机会。对。又一回合，那下一回合如果说这纳菲再不找到机会输出重击的话，那这个比赛就有点难打了。就没错，是源源不断的打给你，是我不管打得到打不到，你是找不到明显的空隙来进攻我。对，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术，自己并不太消耗体力，因为他并不是每一下都是重击。
合。我连续重击输出。纳菲本人的这个正蹬腿的力量很足，是啊，拳法也很好，但是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用一次的方式是很难的，对，其实很难，因为其实刘启良现在这个打法呢，对于纳菲的这个状还是很有抑制性的。哦，找到机会了，后手前手顶膝，纳菲就是想找一个能定点输出进攻的这个方式。这是最后一个回合，如果说纳菲再没有这个有效的重击的话，那这比赛呢应该说刘启良在前面拿到的点数还是有优势的。跳膝，对方的这个重击能力的确是很强啊。是，刘启阳的右眼上已经出现痕迹了。对，说对方感觉出拳并不是非常的积极，他需要一个很稳定的机会的时候才会出击。对，但是其实这样机会很难找啊，这个对手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刘启阳只要进入这个可攻击的射程，就会不停的开始出进攻。我们看，虽然他的有效率并不是摆非常高，但是仗着就是自己的数量多，这样让纳菲没有办法输出。这相当于是刘启良啊，现在是有两挺轻机枪，死死的守住自己的这个咽喉要道。对啊，这你虽然你的重炮坦克，但是你装甲车你开不进来，你有 RPG 没有用啊。对啊。那只要进射程我就出动作，对，进射程我就抢先手。对，难道是这个纳菲太想在自己生日这天给自己一场 KO 了，但是比赛时间是没有了。最后的这个动作是跆拳道式的旋风踢啊，纳菲认为自己打得不错，的确打得不错，确实打得不错，哎，不过有效数并不是那么的高。对，现在宣布比赛结果，27-30，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蓝方胜。卢康队混。
统决战金三条，震撼播出。